姐，快！这是我的闺房，就请在这暂避一下。圣僧，您请坐。多谢李菩萨。这是女施主的闺房，不可乱动。唐长老，委屈你了，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。多谢女仆。师兄啊，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？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。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？那就难说喽。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。不忙，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，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？我是怕师父受罪呀。再等等吧。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，贫僧失敬了。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，妇女不能相见，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，在哪里栖身。女菩萨不必悲伤，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，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，让你父女得以团圆。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，因我抵死不从，倒也没有强行非礼，反而对我百般体贴，想让我回心转意，心甘情愿地跟他。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？那你干嘛不跟他呀？师父，你说哪里话？我一看见他就害怕，跟他在一起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其实啊，你们女人就是胆儿小。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？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，其实我的心是好的。八戒，不要胡说。走！大圣，我抓住了这个孽畜，请大圣定夺。你这个孽障，原来是你在作怪。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，你强占河山的女儿，赶走了你老丈人。哼，干你什么事？干我什么事？你好大的胆！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，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！哼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他们怕你，我不怕。要不是他们窝囊，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。你那个孽畜，还敢口出狂言？这是个狂烈之徒，不可救药。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，怕这金箍棒太重，把你打死了。好好好，看在老龙王的面上，暂且饶你一命。快说，我师父关哪儿了？圣僧，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，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，求取真经，日夜陪伴，此生足矣。师父，师父，快来，快过来，师父，我师父呢？说，我师父呢？在哪儿？快说呀！刚才还在这儿呢。那也不行。贫僧取经，一路跋涉，艰难险阻，
魔障重重，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？哎，师傅，像我说呀，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，那你就带着吧。啊，呆子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师傅，快来快来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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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菩萨，常言说吉人天相，女菩萨国色天姿，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，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。圣僧，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猴哥，哎，为师在这儿呢。哎，公主，你快起来吧。哎，师傅，师傅。你这妖怪，他敢不敢吃我老钟？哎呀，哎，手下留情。嘿嘿嘿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饶他去吧。啊，这是妖怪。大圣，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，等他发落。好好好，你带他回去吧。好，谢大圣，走。这，师傅。悟空。哎，师傅，你看这河水变清了。啊。哎，师傅，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，变清了。阿弥陀佛，这妖怪走了，河水也变清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啊，啊，妖怪，妖怪啊，妖怪在哪儿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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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是是公主，你看。各位圣僧，请上路吧。圣僧，阿弥陀佛。